不好意思啊，林飞姐，我和陈峰哥边喝酒边回忆小时候，一不小心酒喝多了就……你可千万别怪陈峰哥呀！你算轻的，怎么了，夫人？把他给我绑了，扔浴缸里去。是夫人。你敢？别动我！你几个？你别动我！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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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！啊！我警告你，你再不说话，我就把我钥匙开了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谁呀、啊、你？夫人，需要把严总叫醒吗？沈凌飞，你不得好死！我一定会告诉爷爷，到时候要你生不如死。这里太吵了，先把他带回去。是的，夫人。对了，顺便找点醒酒药来。夫人，严总一定是被那个女人陷害的。等他醒了再说吧。这是夏天，我怎么记得我在酒店啊？他都快清醒了，跟我说说你跟文倩的事。文倩，陈峰哥，我不会怪你。头疼特别厉害，之后就睡着了。贝贝，你想想，我什么都没做。贝贝，我发誓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你相信我。那你们为什么会在同一张床上？如果我说是爷爷一手策划的，你会信吗？陈峰，我相信你，可是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那个女孩，还会这样对我吗？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想成为替代品，如果真有那一天，我不如借这个机会离开。我说我们离婚吧。不可能，沈凌飞，我跟你说，想都别想！不可能，沈凌飞，你想也别想！陈峰，你冷静一点，我终究不是他，我也不可能成为那个女孩。况且，爷爷也始终不同意我们结婚，你们就这样算了。菲菲，菲菲。哟，妹妹一个人啊，走，跟哥玩去。滚！哎，这么凶干嘛呀？到哥哥这儿，让哥哥好好温暖温暖你。哎，妈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警告你，你离我远一点。叫吧，在这个地儿，你就是叫破天去，也没人搭理你。叫吧。在这个地儿，你就是叫破天去，也没人搭理你。谁啊？
哭的笑的傻的像小孩。 那个笨蛋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是啊，我不同意离婚。哎，对，你之前说那个女孩是谁？ 不就是你日记本里那个女孩吗？日记本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刘文倩说的。他说那个女孩跟我长得很像。陈峰，你不会是因为这个才娶我的吧？哎，菲菲，哎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居然还吃你自己的醋，还说要跟我闹离婚。什么意思？你不记得？ 小时候的事儿吗？什么事情？走，来，我跟你说。前方站着。叫你没听见吗？你们干嘛欺负同学？要你管？ 小英雄，我日记本里的女孩。好了，我的小英雄，日记本上的女孩就是你。 没想到那个小胖子，居然是你！你胖吗？确实挺胖，不过倒是挺可爱的。后来我在学校就没再遇见你了，自然而然的也就忘了这个事儿。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刘文倩说的你非娶不可的那个女孩，居然是我自己。<笑>第二天我就和爷爷回美国了。 你是前段时间刚好，还好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你了。那天？那天是哪天？就是你在彩虹那天啊。我看见你穿个婚纱在街上跑，然后呢，看见你手上这个疤了，我就去调查了一下。没想到这么冷酷的一天，我被你给看见了。幸好被我看见了，要不然啊，抢婚的可就是我了。行了，当时吧。 以后不许再提离婚。严先生还会做早餐啊？要是喜欢啊，以后天天送给你吃。那就谢谢严先生了。 严太太，客气了。你们俩给我过来！你们俩给我过来！你，我跪下！为什么？你把倩倩丢到浴缸里，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？那又怎么样？ 是他活该。你。
看僧面，看佛面。沈凌飞，严家的事还轮不上你来教训。沈凌飞，严家的事还轮不上你来教训。那我有没有资格教训？我不跟你说，沈凌飞，这事儿绝不能这么就解决了，你必须给倩倩道歉。我不道歉，我打人是因为他做了不该做的事，觊觎了不该觊觎的人。陈峰哥是我的，从小就是。沈凌飞，你才是抢走陈峰哥的那个人。陈飞，其他我不存在了吗？哎，爷爷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